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吃什么第四集。我是 Kelly。好亮，我相信你吃过很多家松饼冰淇淋吧？那你有没有吃过鸡蛋仔双麒麟？鸡蛋仔双麒麟？是的。哇，很特别，我没有吃过。是的，今天呢，我带你来到了红帽夹一家非常火红的咖啡厅，叫做 AMPM。你知道 AMPM 是什么意思吗？是早上跟晚上的意思。是的，早上和晚上的意思。那这家店呢，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啊，就是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夜晚的时候，你都能想到他们家的甜品。哇哦，那很特别。是的，而且呢，他们在每个时期啊，都会推出不同口味的冰淇淋，而且是特别研制的哦。那我们先去试一试吧。Let's go。AMPM 的鸡蛋仔是独家秘方，现做现卖，有四种口味的双麒麟供选择，可用单一或者是两种口味的结合双麒麟来搭配鸡蛋仔，每份鸡蛋仔双麒麟都能搭配三种不同的配料来点缀一番。那用来试一下跟我们鸡蛋仔的配合会怎么样？它的鸡蛋仔据说是非常脆的，所以呢，这是它的特别所在。它的外皮很脆，然后它里面很松软，就觉得它还蛮特别的一个口感。连它的 ice cream 的口感呢？它的 ice cream 的口味就是它的巧克力没有很甜，然后它的 salted caramel 带入一些就是跟 chocolate 融合在一起，会有一个很好的口感。Avocado 也很特别，以别于往 AMPM 采用的是自家双麒麟作为冰淇淋，然后把意大利浓缩咖啡覆盖在双麒麟上面，双麒麟的甜味融合咖啡的香味，就制作出一种近乎甜点的饮料了。AMPM 店内所贩卖的冰淇淋甜筒也是自家新鲜制作的，不妨尝试他们家的双麒麟甜筒，加上你自己喜欢的配料，也能足够让你品尝到甜蜜蜜的滋味呢。喜欢吃鲜肉的朋友们呢，就有口福了，因为他们这家店呢，在五月的时候会推出新的口味，就是全都。你喜欢吃全都吗？全都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，是很特别的一个娘惹的一个甜品。对，在新加坡很少会有吃到很好吃的全都口味。是的，五月的时候会推出哦，所以喜欢吃全都的朋友们，在五月的时候可以过来他们店来试吃。试吃哦。喜欢我今天介绍你的鸡蛋仔双麒麟吗？我觉得跟普通的那些冰淇淋商品比起来，口感会比较特别。而且呢，它是用的是鸡蛋仔，而不是松饼的概念。还有五月份的时候，他们会新推出 Gentle 口味的哦。喜欢 Gentle 的朋友们呢，请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啦。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